的亲人呐、啊，好、哦、家属呢，在那里受苦受难，你还有心情在病毒里面翘着二郎腿睡大觉吗？没有办法的，你会那得去救，不得去救，你会忙得不得了了、啊。那个情况啊，就是你对，不信哦，不信不信哦，この世界を自分のものにしてもらうね。そうしたら、もうあらゆるものが皆見えるから、昔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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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まで皆見えるから、そうするとそれを泳ぐようにして助けに行くんだ。だから忙しい忙しい。那么呢，我们到净土呢，哈、哦，就是呢，证得佛身，啊，证得佛心呢，取得佛的觉证呢，好、哦，那么呢，佛的智慧呢，它是呢，就是说，不只是这辈子的，啊、哦，我们过去是过去是过去是，就是无始以来，啊、哦，就是累世累劫的呢，我们都看得到，都看得清清楚楚，自己是怎么来的，啊、哦，怎么去的，自己的眷属跟自己有缘的人。啊、怎么来怎么去都看得一清二楚了，所以到净土呢，自然而然呢，当你看到的时候，这个智慧圆满一定是慈悲圆满，所以呢，你就是为了，就是到净土呢，成佛之后呢，也就是做展开这个啊救济众生的大活动了。だから昔殺した、この昔殺した虫まで。みんな助けに行ってやらな、はい、だからシャワーを来発生命して、はい、これを幻想那么呢到净土呢除了看到自己的就是累世累劫的父母啊兄弟姐妹之外呢好、啊、在这个累世累劫里面被自己所杀死的众生啊为自己而死的动物啦、啊、猫猫狗啊好、啊、都会看得到他们在哪里自己都看得到所以呢，这个经书里面他就讲呢，三国往来八千遍呐、啊，啊，就是在讲这个的。而这个三国往来八千遍，也就是用别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还向回向。これが一番楽しいそう。三国往来八千遍呢，不就是做这个救济众生的这样的这个动作呢？对这个往生人来讲呢，跟他讲是无上之乐了。所以助人为乐，助人为快乐之本。好，我们这个世间法也有助人为快乐之本，有没有？所以呢，救度众生呢，是自己跟自己也是无上的快乐了。那个安家教你们二弟子。自分が、ね、お浄土に参ったら自分が阿弥陀仏と一緒の一つの仏にしてもらう、うん、そしたら仏にしてもらったら仏の仕事をせなかったら仏の値打ちがないなんだ、はい、那么老师说呢到净土是什么呢到净土就是成佛嘛、嗯啊、跟阿弥陀佛证得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觉证啊那么你成佛，你就要做佛该做的事情，不然你成佛没有价值啊！だから仏にしてもらったら仏の仕事を論文にさせてもらう。それを大菩薩。大菩薩になってもう四方八方走り回る。那么呢，就是成佛了嘛，就是做佛该做的事情啊。而就是说呢，三国往来八千遍，这是什么呢？这是菩萨道，啊，是菩萨行啊。その力をもらう場所が浄土なんだ。那么呢，这个菩萨道的力量要在哪里成就呢？在净土成就。だから浄土寺のな、こんな天国とは違う。所以净土跟天国是不一样的。天国というのことは、仏教の教えから言うたら、
迷いでしょ。はい。仏にしてもらったら、皆の人は仏になってもらうまで、自分がもう走り倒すって、導いていくんです。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回向文明，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平等施一切，啊，就是同生安乐国，有没有？是同生安乐国，啊，要净土自己证得佛的觉悟呢，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证得佛的觉悟啊，那种平等心会自然而然的出来，这是佛教的思想。那そうなったら、本国にもたくさんおられるけども、仏法も全然。希望ともしない人もたくさんいるでしょう。はい、そういう人のところで、また、おもれ、あっせんべい、やってきて、はい、その人たちに、手なずけて、僕を教えてあげない。はい、なかなか言うこと聞かんけど、言うこと聞くまで、聞くまで聞かない。老师说呢、到净土以后就是很忙啊、因为呢、众生很多、就是我们别的地方不说，就说香港就好。你看香港这么多人，但是来说这里就这么少人啊。所以你们大家，就是说我们大家到净土去之后呢，有那么多还没有来听到佛法的人啊，就要去啦。就是说刚开始他们或许又不理你呀、因为呢，那个那么所以要刷佛往来八千遍啊，你要很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口婆心的去劝他们来。来那个让阿弥陀佛救度啊，所以很忙的啦。我得力圆满，哎，所以一億年かかっても百億年かかってもそれやらない。所以老师说呢，到净土的人呢，自然而然呢，因为他得到阿弥陀佛的自利利他二力圆满的这种智慧、这种慈悲呢，所以当他在娑婆往来八千遍的时候呢。即使呢是花一亿年的时间，一万亿年的时间呢，他也会呢很有耐心的呢来做这个教化众生。这个没有我执。因为我来干了，得给你。啊，因为没有自我呢，所以能够做得到。それができないのは、因为があるからできない。啊，之所以不能做到，就是因为还有自我在。だから不破は。能源を無我の世界です。所以呢佛法呢它是没有那个自没有自我无我的世界，它是无我的世界。それで初めてその時が本物の無我になる。無我も無我、大きな無我になって大我になる。那么呢到这里呢这个才是真正无我到我的世界。だからなかなか人が聞いてくれ。那么因为阿弥陀佛的我呢，他呢大到众生没有办法想象，啊，因为众生没有办法想象呢，所以他就很难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教法。だから仏法は凡夫の耳には聞こえないと言ってまでお釈迦様言うてもらう。所以佛说呢。佛陀也说了，这个佛法呢不入常人之耳，因为它是非常之言。それが聞くようにな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は、あなた方もう長い長い仏様の、感化力です、指導力です。那么这个非常之眼呢，能够入我们这个常人的耳朵呢，啊，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听闻这个法门呢，是我们呢过去生也有，就是不只是过去生而已的。我们累世累劫有熏习到这个法门的，所以这个非常之言才能够入我们这个常人的耳朵啊。这你这个不是一点点啊？看上你对其他不都我的对，那么去看你我说的，为什么今天都在说呢？这个也是善导大师所留下的法语的啊，就是刚才我们老师说过的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能够听。进这个佛法呢，好，这个是呢，过去以前修习思法，好，经得从闻呢，得生欢喜。所以呢，不过我听でもちょっとも聞きにも来ない、誘ってあげても来ないような人はね、昔
犬か猫かガキか畜生ガキか樹木におった人やと、そこまで言うてください。那么呢，就是写在这里的呢，这个是金德聪，就是听闻佛法身患己心的人啊。好，那么呢，还后面还有，就是说呢，这个未来听闻佛法，还是听闻佛法呢，感就是说没有什么反应啊，啊，也没有得到欢喜啦、啊，反而是产生排斥啦、啊。那么像这样的众生呢，他们呢都是从三恶道来的，来投胎为人的。所以呢，他们才会不喜欢听闻佛法。所以讲，皆さんは難しいやな。難しい。これを聞いてほら。それで今重ねてやな。根性に重ねてこれ聞いて、そして。それができてない人は寄ってこんち、はい、だから過去の修善を喜ばないかんと、はい、所以呢这个善老大师那个金兰善人他有说远近溯缘有没有，就是讲这个，你看这里啊，这句话我们要做过的是心得从稳，是从稳啊，就是表示我们过去是已经曾经听过这个法门的，所以今生呢才能够，就是说当我们再做听闻到这个法门的时候，我们才会喜欢起心。那个前の時にも阿弥陀佛に引っ張られて聞いておられるんです。所以在过去生的时候呢，生阿弥陀佛やってきてよ。それから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まだ出てきられる。前の章に聞いてないものが何もさぞであっても寄ってこんちゅうの。老师说呢，过去是如果没有闻过这个法的人啊，你叫他来听，他会不来啊，即使来也听不下去啊。那么呢，就说像你在这对，你在这里听了。嘴巴会笑眯眯的，但是表示你过去是也曾经被阿弥陀佛拉来那个听这个法门的，所以这今生的这个人生呢，再度的听闻到这个法门呢，你才会闻声欢喜。这意思就是说呢，释迦弥陀呢是慈悲的父母啊，啊，种种善巧方便呢，让我等呢发起无上的信心。那个这里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就是讲呢过去呢，就是释迦跟弥陀啊，他们也就是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呢，让我们听闻到这个法门的。所以呢，今生得到从稳呢，我们才能够让我等呢发起这个无上的信心。だからあんた方が賢くて、僕を聞いた、そうじゃない。阿弥陀仏が長い長い間かかって、はい、こっち来いって言ってこう引っ張っていく。所以呢，我们啊自身的这个人生呢，我们能够呢愿意就是坐在佛前念佛呢，给弥陀救度闻这个法门呢，这不是因为不是我们呢这个聪明啊，而是呢这个过去呢啊从古时过去呢，我们已经呢受到这个释迦弥陀。那么慈悲的善巧方便呢，他们的这种熏陶啊，我们说的熏习呢，所以今生我们呢得到这个人生呢，我们才会欢喜听闻到这个法门啊。所以呢，所以改善。哎。お釈迦様は早行け早行けと、阿弥陀仏のところ早行け早行けと、阿弥陀仏はこういうこういうと。はい。はい。行けと来いとで。はい。而这个呢，就是后面的阿罗白道的土呢。释迦牟尼佛呢，在这此岸呐、啊，去哦，就是去阿弥陀佛那里哦。那么阿弥陀佛他就在西岸呐、啊，过来哟、哦，来哟、哦，来阿弥陀佛这里哟、哦，啊。你那话会，那个话一点。好。所以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来来，你这，初めて今やな。阿弥陀佛，ありがとう。就是说呢，在呢过去是啊，就是在过去无始的过去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在后面呢，
他在后面等我们去啊去啊哈，这是去去的意思。那么阿弥陀佛呢，在前面呢叫来哟来哟来哟啊，所以我们是呢从这个过去呢，我们就已经听闻到这个弥陀跟那个释迦的这个善巧方便了。私が賢くて来たのと違うんだけど、全部仏様の力が私をして動かしてくれた。だから阿弥陀仏に対して如来大師の恩情は妙法師のことでした。所以呢，这一切呢，都不是呢我们的力量所及的，一切都是佛力的。所以我们呢，我们这个课诵本呢，这个最后面的时候，最后面这里啊，啊，还他我们就是说呢，对，知道，当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就是释迦弥陀，他们是这样子为我们这样子用心良苦啊，所以这个如来大悲之恩者，即使本身也要报啊；师祖之事之恩者，即使罪过也要谢，这样他会有这种情怀出来的。そう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まあ、今回のご縁をこの辺で、ね、打ち切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来月か来来月かちょっとまだちょっと予定が分かりませんけどね、はい、また命がある限りは参ります。はい、那么老师说呢，时间过得很快了，这个时间呢都到了9:30，那么这次的六月之行呢就到这晚今天晚上告一个段落呢。那么老师就说，因为老师年纪也很大的了，无常什么时候到不知道，老师说如果还有生命的话呢，还会再到香港来跟大家结法缘呢。把心传给你们。今回はこの運命人間、まあ命がある限りはやってまいります。まあ、死んだらまた香港に生まれます。老师说呢，就是说如果无常没有那么快来的话，还会再到香港来啊。万一无常来的话，这个寿命到了，那老师说他下次投胎到香港来了，来做香港人。啊，没错吧？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慢慢的，我们老师慢慢的说，那我们就慢慢的跌啊。少し時間をかけまして、まあ、今回もまた次参上できるもしであればその時も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がそこに掲げてある雲遣いの4つの遣いも皆この中に入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す。はい、那么老师说呢，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啦，我们学佛呢
首先呢，我们就要明白何谓佛教，啊，就说这个佛教呢，它呢整个内涵呢，就是我们挂在这个墙壁上这边两张，后面两张，这四张的内涵呢，就是整个佛教的内涵啊。だからまあまあ仏教徒と言いますですね、これあの。南方仏教なんかはこちらの方が強いんですね。ところがあの中国でだからまあ現在残っておる仏教の本流というものは。でこれはまあちょっと初めは語れ自分も思う通りですけどもあらゆるですね天地万象世界宇宙一緒にして生まれたそれは大丈夫ですからこちらは少女仏教中でやがて後にはほとんどこれ捨てられてしまったこれだけ栄えているわけです。那么呢，提到这个佛教呢，哈，我们就知道呢，佛教啊，它的传，随着它的流传呢，它分为这个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啦。那么用别的话来讲呢，这个我们这个印度呢，印度北方的呢，就是从印度的北方传到中国来，哈，传到韩国，传到日本呢。这个是大乘佛教啊，那么从印度南方啊，像西南啊、缅甸啊那边呢的佛教呢，我们就是说一般学者称它为这个小乘佛教，就是南方的佛教啦、啊。那么这两个，就是说它传承的内容、内涵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么这个小乘佛教呢，它最主要就求个人的解脱，也就是人无我啊，个人的解脱的。那么大乘佛教呢，他的追求的那个目的呢，究竟的世界呢，就求这个要证得那个人法无我，就是说不只求得自己的解脱，也要求得宇宙一切万物都同一统一起得到这个解脱。人を助けるということはほとんど万能なんです。那么呢，这个求这个人无我呢，这个是完全是求这个个人的证悟啦，啊，也就是只求自己得到这个解脱啦，就是说自己解脱就好，他没有那个求去救度别人啊，这是小乘佛教的特性啊。那么大乘佛教它的特性呢？因为他是求证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呢，不止这个求得个人的解脱之外呢，也希望一切众生的同时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大乘佛教他的那个证脱解脱的这个世界是自他一如呢，也就是自己跟他呢没有分别，是宇宙性的，是大我性的啦，这是二者不一样的地方啊。であると同時に
种球队叫做非组织种性质。자공도와저번에공도보기나원단행하되리고오늘호도계도그리고普通ほどけて言いますと人格的ああいうふうに仏様とあるいはああいうふうに仏様とこう言ってしまっておりますけどそれだけが仏様かってそうじゃないです。宇宙天地万物みんな真理です。これ法です。これが仏です。